列出以往的世界，秉烛天魔天子上阵，对上福建众人。存心的来丧事吗？天之行，不是福建之路。团结如意，这次您得不了路。剑棍十二分，文宏天，令两人被车杀害切脚。今日一兵清算，今天不杀你，文宏天誓不为人。秀威，哈？龙天正气凛然，天之必胜，一骑红马，天公入室。随即，天之圣魂修，吟咏诗，不用心急，你仅仅就去背了，开始。剑步，啊！武器剑刃，哦！哦！小不胜酒，英雄不应。哈哈哈！夫人实力不错，辛苦。今后不讲昏睡，就非他之兄有人等你今后咯。众人不用，无事，就非他。为何兵卒会断定你之身份？我来且叫必然经知晓真实的状况。无论如何，此路必行，奉陪到底。多谢你，就做他要我哼。其实够现在，我一阵家拢无法到达。为何？因为山路艰恶，该在规模便失去风流。看来就做他的存在，就无将结界助力。如果暗小红进行我说话，那我应令吹掉红勇，要机灵一堕落。你回来了，是，你所有不快为何？因为今夜叫天机行的人。最清楚，不减昏睡。多红，这个名字令我印象深刻。你确认，这个人确实出现了？哦，我亲身确认，你可知这个名字？对暗侠而言，几台新旧，我明白。你准备亲身行动吗？不用，对方有备而来，我便等应前来。就好应该通知夏红。不用，暗侠现在正在点水，不受打扰。是。无论你是谁，该将重心处理完成不泄露。